男神张亮重新归队。收哪儿了？是谁啊？抢了我上第一季的一个爸爸。你是谁啊？第一季的吗？有没有牛奶卖啊？卖牛行吗？真的是张亮。我听说你特别喜欢我。我是来收奶的。看你后面有个猪。这是你做饭是吧？给我们做顿饭。不是吧？新的考验，张亮还能适应吗？星期五晚10点，伊利 QQ 君《爸爸去哪儿》6站第一期，成长出色，爸爸放心的伊利 QQ 君。